好，开怼。何等狼狈！你所信赖的义兄弟，如今身在何处？哎，你们两个不是小时候不是好哥们吗？在何处？何必呢？哇，就这个丹药阳光枪。明白了吗？所谓情义，不过就是空谈。好狠哦！如此，备上小心。这不是曹操，我认错了。嗯，大哥。完了，要打曹，要打刘备了是不是？袁绍，哎，还没擦，还没擦。你可放了大哥？尔等就在情义的树之下，灰飞烟灭吧！娥皇叔，完了。哇，要打青龙了是不是？我感觉。袁绍，你走，别管文叔，快跑！曹操表示问号，对，我又认错人，对不对？完了，这次要打青龙了。兄长，青龙刘备，哇，哎，好帅哦，变成小龙人了。哇哦，有点帅哦。哎，放电。哦，木克金。哎呦，好电的，电的酥酥麻麻。哎、欸，不能不给回血，这什么 debuff 秒杀，不给回血，哎、欸，不给回血，怎么这样？我被秒杀了，太无情了。卷土重来，哎、欸，不是不给回血，是我用仙羽，哎、欸，对耶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在搞什么？对耶，我在搞鬼，他明明可以回血，我完全在搞鬼，哇，我大吐血，开打，跳过跳过，装作刚刚没打过，我现在出剑。哇，我要电得酥酥麻麻的。哎呦，这也太讨厌了吧！哎，要电得酥酥麻麻的。点烂。麒麟救救我！撞起来！撞去哪了？破防了！主角！完了，又要场地魔法，是什么？追踪灵魂块啊 ！Bang！ 哎呦，妖魔化！哦，好帅，好帅！哦，电烂！我自己来！干嘛？哎呦，喂，这好帅啊！帅起来！完了，电得酥酥麻麻，又来了。完了，这可没跳啊！这跳可以躲过吗？不是，这样一直电，一直电是怎样啊？救命！好烦哦，一直飞，怎么打？有了，
我算可以打了，撞起来有了，主角，哎，没主角到，解亏了，吐了，在哪里？哦，在那里，好远哦。 有了，再放一个土，土绝，平 A， 瞬间，哎，我放土按错了，阿飞去拿了，可以吧？解决。 有，把你打下来，狗弟，克制圣敌，算是初见过吧。<笑>我那第一次不算吧？<笑>兄长，这多一点，大哥。OK， 守护灵跑出来，又要开始讲故事了。来，我听听你们青龙的故事。 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哇，经典名言。同云长，欲易得在桃园立世后，如今终得立足于乱世之中。桃园我知道吗？南部吗？<笑>台北以南都南部。却未建功业，甚至险些丢了性命。然而，总是跌入失意的谷底，被仍坚信着兄弟与同伴之情谊。 天下之大，知己难求，正是阁下的重情重义，鼓舞了贝。哇，贝心继续在情义之道上前进。可以，我大硫磺叔最重情义了。贝仙与鹤偷吃掉的图片，真的，我想说，哇，这王这么狠的，那个电的叔叔妈妈还不给回血，怎样？想不到是我一直按仙与鹤，我真的吐了。 好，我们主角妹子，香香的。出现了吧，大哥！牛王叔，振作振作。是阁下和义弟们的情谊，镇压了被身上的邪气。没错啊，我那靠剑都靠了两次了。有朝一日，定当相报。OK， 俺兄弟三人再去抢花，还值得个好去处？好主意，但是三个基佬去看花是怎样？有什么好看的？企图利用妖魔大军之力一统天下。说来，官渡的天空也是奇怪，莫非是袁绍搞的鬼？没错，又是袁绍在搞。陛下唯有阁下一人，能够阻止袁绍之暴行。OK， 我处理。此处便交给我等，请阁下速回曹司空营中。好的，必须竭尽全力，粉碎袁绍的野心。OK， 嗯，好萌的声音哦。OK， 又得到了这个成就，青云之志。